啊，这边水没多深啊，这边的水也就是个十来米。那你像我们到卡湖这边呢，湖水最深的地方也就是才个30米左右。这个面积啊，冰都没有化啊。啊？有面积吗？这边呢有鱼，但是鱼比较少，都是一些这个高山冷水鱼，个头都比较小的。白沙湖那个好像有结冰。我们3月份上个团过来的时候，也就是一个月前过来的时候，上面的这个卡拉，待会儿我们要到达的这个卡拉库里湖呢，还结的都是冰，就像现在看到的底下是一样的。